森林里的小房子，德国的尤塔·鲍尔文图，王兴翻译，方卫平主编。希望这个视频对大家挑选书籍有帮助。Jasmine's Learning Time， 茉莉的学习时间。OK。森林里有座小房子，小鹿从窗口朝外望。对，那朝阳的朝。对对对，小兔子慌忙跑过来，咚咚咚的敲着门。他找谁？救命啊救命啊，猎人正追我，要把我击毙。小兔子快进来。快快伸出你的手。森林里有座小房子，小鹿从窗口朝外望，小狐狸慌忙跑过来，咚咚咚的敲着门。救命啊救命啊，可以大点声。救命啊救命啊，猎人正追我，要把我击毙。小狐狸快进来，快把手递给小兔子。森林里有座小房子，小鹿从窗口朝外望。又有谁要来？哇，这已经快能打麻将了，撒了一下。猎人慌忙跑过来，咚咚咚的敲着门。救命啊救命啊，我饿的就要晕过去。猎人猎人快进来。我给他们吓的，他为什么这袋鼠不怕呢？快快伸出你的手，就让我们在一起。好了。有点，我不知道是继续演下继续编下去的话，那是确实挺温馨的故事，但是这个逻辑啊，当然了，小孩不讲逻辑。这个希望大家，我感觉这个封面画的挺好的。但如果你是就是他们都是逃命逃进来的，然后但最终把这个猎人放进来，讲真还是蛮危险的，对于他们来说这是很致命的一个。希望这个视频对大家挑选绘本有所帮助。莫学之刚开始 Peace。